大家好，更新一期视频。今天带大家看福州的中央商务区，是在北江滨这一带。这个中央商务区是一个后期开发的，而且比较庞大的一个高端的写字楼商务区。这条实际上是北江滨，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两座是省广电集团，省广电集团。正面这里实际上是三四座楼重叠的，最近的这一座是山顶希尔顿酒店。这个是北江滨的这个空中花园，下面就是北江滨路啊，车水马龙，岷江北岸，这上面种了很多花草树木。省广电上面的天线群，远方是岷江、南江滨的楼盘、高楼大厦，然后近处这边是北江滨，就台江这边的北江滨公园。前面这个四方形屋顶的，进出这个四方形屋顶，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图书馆。做了很多休息功能，坐在这里休息的这些石凳子。三栋，中间一栋是福盛，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就是希尔顿山顶的。中间这个是福盛的，然后最后面这个是 ICC。ICC 是53层，现在是福州这边最高的一座楼。我们等下走到正面去，继续会看得会更清楚一点。这边看的还不是非常的清楚。这个是蝶恋花驿站，它取名给它取了一个蝶恋花，我们看一下。里面现在是写休息中。像一座水晶屋。供人休闲饮茶，木艺酒膳，茶座每小时100元，2小时起，包厢的茶座每小时200，2小时起，每桌有限3到5人。这个
坐在这上面还是确实相当的漂亮啊，是吧？看起来非常漂亮。这个远远的看过去，这个水晶屋蝶恋花一展，从空中看下来又是另外一种景象，实际上是更漂亮的。我们继续往前。